在国内电动汽车疯狂卷最高时速的时候，马斯克又来给我们交作业了。前几天在 X 上，老马明确提高了特斯拉跑车 Roadster 的设计目标，让特斯拉 Roadster 跟 Space X 合作，把猛禽推进器移植到特斯拉第三代 Roadster 上，年底设计完成，明年计划开启交付，要把0-60英里时速从1.9秒干到1秒以内啊！目前二代 Roadster 时速最高在250英里，也就是402公里。三代的跑车在官网已经可以用33万来预定。还记得当初老马把 Roadster 绑到 SpaceX 推到太空时，这波让人羡慕的奇特操作吗？还有一个快乐的好消息啊，特斯拉 Model 3高性能版本将搭载第四代全生命周期的电机，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售了。不知道新款的 Model Y 会不会搭载上啊？让我们再欣赏下6年前 Roadster 从 SMI 卡车里诞生出来时的样子吧。